很多人都问的一个问题，哪里？这个世界上有没有鬼哦？为什么我看不到的？哎呦我的妈！我的答复可能很多人不喜欢，勿喷。就个人意见，仅供参考。看不到就代表着不存在吗？那么新冠病毒你看得到吗？它存在吗？为什么人们只相信神佛的存在呢？人因为不了解而害怕，因为害怕而反对。我们不要说是一个神鬼论或者迷信，有时候它就是一个传统文化。部分视频都是疫情前拍摄，有东亚、东南亚地区，一些黑巫术最盛强的国家。Thank you.